神话爱迪基今年2月随团体来台开唱，日前再度只身来台举办爱心见面会，为弱势孩童筹募助学金与养残飞。以班王子姿态现身的 Andy 填唱歌曲，逗得台下粉丝心花怒放。大家好，我是 Andy。 我摔倒，不要走。那我知道了，他还有学了一句台语要讲。对，修来修去，我对修来修去。Andy 不仅嘴甜，更与幸运粉丝近距离互动，共享台湾美食，引起现场阵阵尖叫声。上台的粉丝展现贴心绅士的一面，而开始对台湾小吃来者不拒的他，其实对某样食物敬谢不明。你们知道 Andy 最害怕的食物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不是。아니싫어하는거말고나랑안맞는不是讨厌，他是不喜欢，是跟我不合。个性不合，胃口不太合，你知道吗？只要在那个夜市看见臭豆腐的招牌，不管清蒸的、油炸的、麻辣臭豆腐，他都会说。紧接着再说，然后说到最疯狂的时候，他就会 Oh my God！ 我那时候都蛮不错，他是蛮壮的。我在台湾吃太多了，我现在变得有点胖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回去了，我应该要努力运动一下。无论是个人发展或是团体活动都非常活跃的神话，明年将迎来20周年，相信粉丝已迫不及待要打字庆祝一番啦。完全乐财选潘建成采访报道。